今晚来欢迎咱的精英精英六，苏金枪，枪枪枪，苏金枪，枪枪枪，苏金枪，枪枪枪。感谢两位主持人，我最敬爱咱新德市的父老乡亲、时代少年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是苏金枪，枪枪枪，枪南枪北苏金枪，今仔枪来到新德市，甲大家请安。真正看到阿里规场满满满，暗加讲阴暗，风则强，站得寒，雨搁那得滴，大家头搁毋是像我这个雨滴落骨落。阿里住一家规暗，真正无简单。台湾哪会当进步？对当年戒严甲警戒，和民主一步一步向前行。就是拢有在座伟大的台湾人战拍拼，苏金枪甲大家鞠躬敬礼，表敬意，谢多谢。过九日，咱就过一摆，会当用咱的选票，一张一张投，一张一张贴，最后三只小猪。打倒大怪兽，咱搁一摆来个赢第三次政党轮替，好阿母。讲起来无简单，全世界有70亿个人，毋是逐个人拢会当投票选国家领导人。你看中国有13亿个人，明年。他们也要换国家领导人，但人民更多人更强也没办法自己选，共产党门关起来要决定啥人就啥。但是我们台湾过去国民党没人选，国会也没全民改选，但是经过台湾人一摆一摆我们用选票来投，我们终于冲破戒严，突破党禁，组织政党，台湾人会当家己来选总统，国会嘛全面改选，台湾人家己做主人，咱已经变做总统的头家，对啊对。过去，若要换总统，换要换国家领导人。不需要改朝换代，有的人会起惊，有的人不敢。其实无什么大不了，选总统就敢那路边选计程车同款，拢是选一个换盘的人。选计程车来给咱换盘迄台车，伊嘛爱照咱的意思使，伊嘛袂使乌白撞。选总统。也是选一个换盘，换国家的盘，伊若乌白换，咱嘛足凄惨。四年前，这台车看到水水，司机阁熬分家规，讲伊路足熟，讲伊技术足赞，足侪人相信。700多万票经这台，咱嘛只有坐伫内底。四年来。看伊才知影讲，哎呦，真惨，路也无熟，技术也足歹，差点仔弄着电话条，一个石头险跌落水沟。咱四年来坐伫车内，敢若一直打档啊，我要惊死，一直安尼感觉讲，哦，毋知当时要到，好不容易即马时间到，过来分家规，讲若阁继续驶，技术会较好，伊会阁较赞。惊嘛死啊！赶紧换白台，让他下台，和蔡英文上台，好阿母。
所以咱若要会当做总统的头家，国家的主人，乱开支票拢跳票，就要像他自己四年前所说，完全执政，完全负责，做不好就是下台负责。阿姆。那总统爱换人，咱嘛已经有经验。顶回民进党赢着总统，国民党伫国会较侪人。我嘛做过行政院长，知影国民党啦，国会较侪人，伊无做总统，伊无管理台湾需要无需要，人民希望无希望，拢甲咱糟，互你糟，甲你糟蹋，唔爱互你做出成绩。所以这回，若要予蔡英文做总统，他开的政见要可以实现，立法院要有够人，国会要过半，尤其我们的新竹市，我们提名张学顺，做过省议员，做过立法委员，对基层做到中央有经验，对做事情有魄力有能力，我们在这个新竹市只可以选一个，我们来支持张学顺，让他进入国会，好不好？咱把张学顺扛起来，好不好？要让蔡英文做总统，国会要有有够人，对新竹市开始甲赢，好不好？咱新竹市当年也当支持一个立法院永远的总召，咱的柯建铭和张学顺，入去甲斗帮忙，好无？和张学顺赢，和咱立法院也当国会过半，和价价杠杠也当国台湾为基层支持张学顺。好不好？到九日，咱做伙用选票认真投票，好啊吹票，让蔡英文做总统，让张学顺入去做立法委员，让我们2012、2012迎接大胜利，好不好？感谢努力，谢谢大家。森门大家安子谢，谢谢马枪，谢谢首义长，来自咱劳部界，看到咱的张学顺委员，咱共同要甲蔡英文上立总统府，要甲张学顺上进立法院，各位加油加铁嘴，蔡英文总帅，蔡英文总帅，蔡英文总帅，张学顺总帅，张学顺总帅。学顺，学顺，学顺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。小英，小英，小英。